哎，黄泉胜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又梦到你了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时间带走的就只有岁月。很多时候，这告别是不是为了离开的人，而是为了留下来的人吧？不管你们的感情再怎么深刻，你再怎么爱他，你知不知道，要自己一个人活在大半世界有多难？你让他走。不说出口的愿望，并不会比较容易实现。那男生，你不是说过愿望是许给你的，而是这个愿望就算没有实现，你也不会因此而受伤。那确实，想见你。提醒我，陈胜。那你，我不叫陈玉武，我叫黄宇轩，你也不叫李子维，我叫王陈胜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不自觉的，常常会把我以前的李子维，当成一场梦里的陈玉轩。王陈胜，那个叫做王陈胜的他。我真的可以回到过去的话，我不会去找我自己，我会去找人。但我告诉你，你要会遇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很喜欢的一个女生。每天当我醒来，我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都是我好想黄玉璇。如果你真的回到了原本的时空，我就去游你的未来。黄玉璇，找到你。我喜欢你。我们好像才刚认识没有多久吧。我喜欢你，跟我们认识多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像你就是为了遇见我，早上你认识我之前才出现在我面前。就已经是之前，那只是王全胜。可能是某一个男人会记忆留在你心里的微笑，可能是某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人，可能是某一个不认识就走进了梦里。就是在这无数交错循环的时空之中，我都会像现在这样无可救药的爱上那个来自未来想要改变这一切的。因为我想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就相遇这样。李子维，李子维，好炫。我怎么还没说你这么糟心？不用说，我也糟心。不管你的未来变成怎么样，我相信如果有死的话，你答应你你一定不会忘记的，绝对不会忘记的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你最后还是一定会找到我。最后对不对？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我会记得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们约好咯，你一定要记得我。嗯，我会记得你。今天快乐节。